真好，陈总，咖啡，等下来个大客户，提前和俩说一声，好好接待一下，咱们坐。知道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呦，贵宾请。嗯，等一会儿，请厨师整点。厨师什么呀？这一看就是大老板，没眼色。哎，请。等一会儿，这不是有演什么演什么问题，进公司必须得佩戴证件。这脑子有毛病吧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都敢查？我管你是谁，这是俺公司的规定，请你配合。不是你这个大飞怎么没事找事啊？那上头都交代了。 你怎么就这么爱说存在感呀？这不是存在感的问题，那再说他也没有说他是当陈总呀。什么陈总？我是你们老板刘总的朋友。刘总，在公司也没有姓刘的。哎，对呀。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你弄啥？哎呦我的妈！啥事儿啊？你好，请厨师证件。证件？什么证件？我是来找你们陈总谈合作的。 他应该跟你打招呼了吧？啊，对对，俺才能加大款，没感情。站住！怎么？你说这客户就是客户啊？怎么证明啊？好，来，这可以了吧？咱给你开玩笑的，没感情。站住！这上面有没有你照片？怎么证明是你的呀？是不是你从别的地方捡来的？小伙子，怎么这么说呀？啊？ 你是不是看我这浑身上下不像大老板呢？嘿嘿，林涵真说对喽。嘿嘿，我这大公司的大保安，什么样的大老板没见过呀？灵啊，还真不像。切子，你咋回事？我跟你说，我认你半天了，咱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别人。嗯，以貌取人是对别人最大的不尊重。你现在咋那么狂躁了？嗯，人情世故我是不是比例的？ 陈总，我进不去呀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交代过了吗？不是，陈总，我忘能跟俺聊了比较投缘，然后给他多聊了两句。<笑>哎呦，我说陈总啊，你公司这保安可是真不错呀。<笑>哎，王总，你一看就是大老板。你别跟这花里胡哨了，天！谢了啊，替我解围啊。你卸不卸都无所谓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还是咱佩服眼睛吧。咋了？我眼睛现在可亮了，高兴了嘛？你失了眼太严重。